秋瓷炫、林更新、于荣光等主演的传奇大剧《五月传奇》日前正在横店紧张热拍。近日剧组开放了媒体探班，一袭紫色舞姬装扮的秋瓷炫现身片场，在该剧中饰演女飞贼夜沙罗。近些年一直将工作重心转向中国发展的秋瓷炫，出演过《回家的诱惑》《幕府风云》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，深受中国观众的喜爱。秋瓷炫也因此中文水平突飞猛进，该剧中大量的台词也让秋瓷炫学会了不少背剧本的小窍门。比如说你去哪里你去哪里，我等着你回来，就这样的话，你去哪里呢，中文你去哪里，我在屋子给大家解释，就这样，所以我自己对，然后最后就再见，都是中文。你去哪里啊，然后我给大家解释，再见。就连剧组的其他演员对于秋瓷炫的中文水平进步赞不绝口。一年以后不行，你这样一年以后要干嘛？一年以后要用汉语演戏。哦，合作过呢。后来发现，哎呦，我出乎意料的是普通话那么好啊！这个中文是可能是有些字啊、读音啊不是标准，但是基本上交流没有问题。剧中秋瓷炫与荣光、林更新都有不少感情戏，而谈及现实生活中喜欢的男生类型，秋瓷炫表示，由于艺人的身份，希望另一半可以对工作多些理解。不过对于感情现状，秋瓷炫还是非常低调，坦言不希望对外公布恋情。没有，其实谈恋爱的话不会。我不知道，这其实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是那个谈恋爱就是谈恋爱嘛，什么时候跟他缘分我也不知道嘛。那结婚的话，肯定告诉大家。